Gentlemen inside will show you to your seat. Thank you. Ah, 发挥比较稳定嘛，就是他本人呢，就是舞台真实的效果跟CD 里啊，或者跟那个 Apple Music 里边的感觉差别不大，就是说能让你觉得，就是他唱功是很扎实的，然后他整个舞台表现是比较稳的。小众的吧，就不是那种脍炙人口的歌曲。然后我觉得他跟田馥甄、黑笔应该是一挂的，就是他们是认真做自己音乐，然后认真做自己，认真做唱片。说实话啊，林宥嘉这张专辑发出来之后，我确实没听了几首歌，我可能知道也就两三首歌吧。但是我知道这些歌和我没听过的感觉就跟 CD 里差不多的一样，所以觉得，就比较后悔吧，因为当时买的时候就是因为没太听过这张专辑，因为我大多数听的都是他的老的歌，所以就是跟朋友一起买的是山顶的。但是感觉下次我会努力，因为我觉得林宥嘉这个水平的话，下次我应该会从98努力变成168，就应该没什么问题。都希望有一个像你的人，但黄昏赶紧就无法相认。雨停了，歌停了，风继续，雨伞又遗落原地。多希望你就是最后的人。但那可能林宥嘉的歌都不是太嗨，因为大家知道他唱的歌都是什么说谎啊，什么你是我的眼啊，都是那种超悲伤歌曲。所以说他新专辑的歌曲可能有一两首火火的，但是大多数就是感觉还是那些抒情歌曲嘛。所以说就是现场气氛没有那么嗨，但是我觉得他已经做了他最大的努力了，因为他一直在就是现场调动气氛，就是讲一些就是冷笑话呀，或者用他的一些那些冷幽默。然后我觉得林宥嘉这个人，他算是给我的感觉是比较老实的一个人，就比较老实，比较真实，乖乖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在整个演唱会期间，他会跟大家说啊，我要去换衣服啦，大家稍等啊。然后或者说一会儿麻烦大家帮我叫个 uncle 啊。然后还有就是说啊，我这个人又不太喜欢
求大家把那个手机闪光灯的开开，然后给我一片星空那种感觉。他说我又不太好意思追这些，就是感觉就是乖乖的，但是可能这是也是有他自己的那个个人的一个风格吧，就是每个人风格不一样嘛，可能他就是一种含蓄型。快，会员的小迷妹们走。高兴吗？高兴吗？去的是戳野的啊，戳野就比较放松了，然后那个再加上戳野我们去的也很早，然后我们之前5月份的时候我记得我们看过 Landing 的嘛，然后 Landing 跟戳野我本来觉得应该是差不多受众群体，但是会发现去的人都完全不一样，然后感觉戳野这场就更 free， 就是更放飞自我吧。你就进去就发现哇，周围一堆小 B 室，就是那种感觉。在你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作为男的你又不帅，作为女的你又没她漂亮，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因为一般他的那个就是演唱会的周边不是在里边嘛，但是他不是，他是在外边也有一个台，然后里面有一个台，可以自由选嘛。然后在外边进去，我们就去买了演唱会的周边。然后我们也就是大家都不着急进去，感觉大家就是那种好友好长时间没见，然后一起去看一场戳爷的演唱会，然后坐在那儿，就是你买一个可乐我买一个薯条，然后两个人就坐在那个外边，他外边有椅子嘛，然后就感觉所有人坐在那块就开始聊天，谁也不 care 了。我感觉的就是他的歌真的很有渲染力，就是可能就跟在中国每个人都会唱周杰伦的《七里香》啊，什么《稻香》啊，那些感觉《简单爱》那种感觉是一样，就所有人在场没有人不会唱的。然后我们刚好不巧的是，我跟王大猫前面赶上了一个小壁池，就是说整场因为我们是在那个底下那个 GA Standard 嘛，就是说都是在那边。站在那儿去看的，大家就很嗨，但是其实还是就不是说拥挤吧，但是前后距离还是不太多。但是这个小壁纸在他的整个就是全场范围内，他就是舞动着自己的身躯，活生生给自己弄出了一个大概30公分开外的一个圆儿，就是超级嗨，就是嗨到不行。但是我们也很嗨啊，但是我们就是只不过原地扭动而已，但是他是那种就是圆形扭动，然后在。最嗨的时候，他把前面他的女伴给举上天了，就是那种感觉。反正我就觉得真的很好。戳爷感觉是很 soft 的一个，这个就是感觉他这个人比较 soft， 而且我觉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就是有几首歌唱一唱就坐在那沙发上了，然后再唱一唱就躺在那儿了，然后就觉得果然很放松，因为他是澳洲的嘛，就是只不过 LA 那边发展，但是他可能就是比较觉得像回家那种感觉，就是整体就比较放松。我之前看过他之前的一个访问，就是一个访谈，就是说问他嘛，说你觉得那个澳大利亚和 LA 的区别，他先夸了一波澳洲咖啡肯定是最棒的，超级棒，
然后第二点，他说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在 LA 那边，大家可能把法克当做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他说澳洲就并不是，就可能就随便就是谁说啥，你碰上他就 fuck 你一下，然后可能你怎么地了就 fuck 你。我觉得这是一个语气助词吧，然后全场也感觉到那个戳爷一直在说啊什么什么，就是 fucking 这个啊 fucking 那，感觉他整个人状态比较好吧。反正我觉得总体来讲的话，我还是比较enjoy的，因为我觉得他的实际唱的那个现场气氛要比他票价要值钱。就是我这个意思，就是说假如他这个票价我是100块钱买的，但是他唱出来的感觉大概能值200到300块，就是跟我看别的演唱会感觉不一样，可能你买的是300多的票价，但是你看的是100块钱的感觉，所以说我觉得很欣慰。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呢，就是说我以为我会非常跟得上节奏，然后每首歌都会唱，其实不是，就几首歌会唱。为什么呢？源于王大猫刚，因为我记着戳爷刚出这张专辑的时候，然后王大猫听了一个那个 Seventeen 那首歌之后，然后就说哇太好听了，我们一定要慢慢听，省着听，仔细听，然后导致呢就是专辑出了之后，我们大概仔细听了三首歌，剩下专辑里的其他歌都没听，就都没仔细听，对对对，都没仔细听，导致就是非常被动，就是演唱会的前一周我们才仔细听了其他的歌，然后反正就感觉很好。就是我现在比较偏好不喜欢奥林匹克那种大场的听，比较喜欢那种小听，因为气氛的。Thank you, I love you, CC.虽然买的是就是座位票，但是你不知道多恐怖的现场，就是那个一瞬间可能就在10秒之内，现场人都站起来了，然后都跳着，如果前面没有看台拦着，就大家都能跳去，就跟那个摇滚跳水似的那种感觉，就是超级燥。然后就觉得我觉得他们的歌里边讲的东西就比较就又直白又有内涵，就可能是我错觉，但是真的是这样，就让你能听得懂，然后又觉得它是含义很深的。
1975和戳爷他是连着的，戳爷是周五唱，然后对1975是周六唱，感觉就是有内伤，前一天的腰伤还没好，第二天又去了。这个是个故事来着，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王大猫睡不着觉，然后呢他就去 The Tickets 上看了，我也不知道为啥他睡不着觉会去 The Tickets 上看，然后他就定了，就默默的不声不响的就把1975的四张票定了，然后就是他自己的加上我的加上老徐的加上王二的，反正就是他就第二天我们都醒了，就告诉我们给你们订好票了，我们一起去看的1975。然后是因为之前我们看那个 GD 那个在那场跳的感觉有点腰脱了，所以说有一点后遗症，然后我们当时就因为的1975放票特别早嘛，然后订的时候王大猫还特意订的是坐票，然后后来发现后悔了，真的特别后悔。这个故事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因为他跟我说他买的1975的票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要不要想一想，因为是这样的，有一天王大猫跟我说哎，我发现一个特别好听的乐队，然后他就放给了我一首歌，然后这首歌就叫就那种就特别硬核的，然后我就说啊，这种就有点无福消受，然后我就觉得就然后我对1975的第一印象就是它是个超级硬核的乐队，然后后来才发现1975是一个硬中带柔柔中带刚的一个乐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就是要造的时候非常非常造，但是他们造的比较有层次，就内涵，对，就是他们是一个这样的乐队啊。然后反正就是看完整场看完整场演唱会，我就觉得哇，就是完全爱上了，因为我觉得无论他们是舞美、灯光，还有现场，就把我征服了。这个跟那个说唱歌手 rap 歌手唱情歌是一个道理，就是你感觉他们很燥，但他们唱情歌的时候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特别深情，特别疯狂啊，又特别深情，就那种感觉给你就是特别大的反差。我觉得的1975是我目前看过的所有的乐队呀、个人啊、歌手啊人当中最有性格的。Marty 表现出来就是那个摇滚乐队就是这种比较 real 的一种态度，因为上场他就告诉大家要多喝水啊，因为渴了就要喝水，然后呢中间也不用大家叫完渴啊，就是 ankle 的时候他自己就去后边来带着他的所有人，然后过一会儿就是这大家好像约定俗成，好像看过他的演唱会的人也都不叫，然后过一会儿差不多休息了，大概就是平时别的歌手就是叫完口的时间，他可能就是去后边擦个汗呢，喝个水，然后就回来了，回来继续唱他那个 Echo 的歌曲，让我觉得特别戛然而止，而且特别有撞击的是，他唱到最后这首歌唱完了，马上就 Sydney Good Night， 然后就走了，拎着他的吉他就走了，就是我觉得就满脸懵逼，就觉得哇塞，太有态度了，就是不换衣服，不 Echo， 不扯用着的。然后等我到家的时候，我刷 ins， 他已经到 hotel 了，然后已经跟大家说就是晚安了。就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摇滚歌手特别 real 的部分，就是说啊，我唱完了，我该结束了，可能我跟主办方签约就是这个点结束，多一分钟我也不愿意唱，我自己的事儿我也完成了，然后回到家就是我该休息了，啊，就 good night 了，就完事了。所以我觉得超级喜欢，然后喜欢到大猫专门花了2天抢了墨尔本的那个音乐节的票。